大家好，我是爱鱼人神，我今天带给大家《原神 4.8 前瞻封面，逆入其凉凉肌肤建模手报，五款脱围特效手报，《原神 4.8 海岛地图将逆入其凉凉皮肤建模手报。神4月8日前瞻封面，逆入其凉凉皮肤建模手报，五款脱围特效美爆了，各位大佬好呀，一起来看看今天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吧。首先就是卡池方面， 4.8 卡池基本实锤了，调香师妮露娜维亚加莱欧斯利调香师会跟妮露一起在上半陪跑，并开璃月混池，璃月混池名单分别是甘雨七七、克勤公子、叶兰加胡桃，只是可惜了申鹤依旧未复刻，推测会在 5.0 版本和钟离一起复刻。有关 4.8 星章移动效果，也就是类似王者里的脱尾效果，一期五个，一期一个月，要一年才出60个。不过七七这个小鬼魂真是让人太喜欢了，没想到还做了区别，挺用心的，哈哈哈哈。卢老爷，你衣服着火了。话说场猫猫是制作组真爱吧，怎么什么都有，它起凉凉赚大了，又有皮肤又有脱尾，可以说好看但也没有特别花哨，很喜欢。后续的莱欧应该是狼尾巴特效，从云和鹤的脱尾会是福禄吧。有关妮露和起凉凉皮肤的灰魔展示，两款皮肤，一个高跟一个裸足，两种 XP 一次满足，目前为止感觉还不错呢，挺美的。特别是妮露的脚被花环装饰之后，备受争议的牛角终于是没了，不过两人模式都戴上了面纱，感觉齐凉凉的会很好看。妮露的头饰应该不错，但裙子这种还是要看配色，内鬼透露都是以蓝白色为主，期待一波近期的渲染效果吧。有关 4.8 版本减速消息来自我们的老朋友 Genshin Intel， 之前每个版本都会发减速的，所以非常具有真实性。该内鬼透露爱丽丝和杜林都是自己角色，杜林正太体型说实话爱丽丝能想到，杜林我是真没想到。虽然杜林和厄里纳斯都是黄金的造物，而且他们并不能被真正的杀死，杜林复活只是时间